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Pro Stop 的测评。然后呢，这是正式的第一期。然后呢，我会把这个视频呢分为三期。然后第一期呢，主要是讲V13 的340和315还有290的区别。然后呢，在我们横向对比 V13 跟 V14 315跟290的对比。然后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呢，左手边的这一把是Pro Staff 的 X， 就是新出的100牌面的那个 Pro Staff。 然后这边呢是 Pro Staff 的97，也就是大家最常用的也是最关注的一把然后呢，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先看一下小黑，然后之后呢之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V14 的 X 还有97。好，然后我们直接视频见吧。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终于呢迎来了 V14。 现在呢就是我们Pro Staff 的第二期的视频。然后这一期呢主要对比的是新老315跟290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直接让我们去看视频吧。OK， 今天接着测评315跟你把那290掏出来你绑架了290。嘿，好丑啊左边是290，然后这边是315，都好丑啊。不过这个色真的不如黑的好看，有一说一。好了，话不多说，测评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测评。然后这一次测评的是315跟290的 V14。因为这是第二期视频了，然后看过我第一期的测评的朋友们大概也知道，V13 的290、315跟340大概是个什么感觉了，所以让我们直接开始谈感受吧。然后这一代呢，我穿的是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Hyper G52 和50。然后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明显感觉旋转要相对于上一代要大了非常非常多。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变得更好打了。首先呢，先说力量呢，还是跟上一代的 Pro Staff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拍框呢，基本上没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动，除了涂装，就像我视频刚才说的那样，确实感觉不是像小黑一样那么的好看了。不过呢，整体看，反正古铜色的远一点看，在球场上的感觉也还好。力量不大，然后还是跟 Pro Staff 一样，然后控制呢也是一样做得非常的好，但是相对于上一代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糊了。但是它同样的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旋转变得更多了然后我自己穿线的时候明显能发现，就是这一代和上一代的时候，他们的线床的这个排布明显是新的14要比13稍微宽一点点，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宽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导致它这个旋转变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但不过呢，它并没有做得很夸张，所以呢，线床的稳定性还有这个拍头的指向性什么的都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就评论里面，还有我之前 VCP 的那一个测评里面，都有提到过，就是 Pro Staff 的，反手真的是就是非常的灾难。但是这一期，但是新的 V14 的反手完全没有之前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拍子，但是相反呢，虽然这一代做得非常好，更好的上手，有了更多的旋转，但是我觉得确实缺少了像上一代一样的那种
韵味吧，就是更多的就是像就是那种可以把球推送出去的感觉啊，然后那种打到球的那种很清脆的手感啊等等的，会确实牺牲掉一点点，但是不过315和290还是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在测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打过Pro Staff 的 X 了，我觉得这两把拍的相对于 X 来说真的已经是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了，然后呢也是为了相对更多的适应现在的一个打法进行了一点点的牺牲，不过我觉得这个牺牲还是做的蛮值得的，毕竟旋转啊，然后容错率啊，然后田区的大小啊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同时呢这个拍子本身的一些控制啊什么的还是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 V14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然后呢后面让我们看一看我的朋友是怎么讲的吧，然后同时呢也感谢管理员啊，在广州还专门录了一条视频发过来，然后让我们看看在国内的朋友看看他们是怎么认为这一次的升级吧。OK， 来吧，今天试了一下这个 V14 的290跟315，跟你之前不用的是小黑的315嘛，你觉得这个新的315怎么样？就是颜色上的，先说外观。没有小黑好看。啊，是，我也那么觉得。然后手感上呢？手感上是，它滞后还是滞后，我觉得。还是滞后。315对于我来说还是太沉了，但是旋转上多很多。OK， 手感上呢？会感觉更糊，因为小黑它很硬，就是要球要送出去、出出去，就觉得邦邦的。但是这个是稍微糊一些，但是旋转带的更多。所以就是这个新一代的，就是稍微变软了一点呗。对。OK， 截击怎么样？非常好。哎，就是没怎么变化，就没怎么变化呗。反手呢？正反手呢？正反手，就是我不用太，就是以前用小黑13代，会特别的得特别使劲，或者是 purposefully 往前送才能带出去。Okay. 现在14代，感觉没有那么费劲了，Okay. 更加轻松，然后小臂带的会更多一些。OK， 290呢？更好了，更好，更好了。290就是我的菜。哎，是的，是的。290轻啊，毕竟。但是290的话，你觉得就是截击啊，或者什么方面，你觉得有什么？
有什么会因为重量导致你觉得不稳啊，或者是就可能会有之后，或者是就你有这种方面的？不会，就是把球放在身体前面打，就都还好，不会不稳。OK， 灵活性更多了在十四代上面。哎，你会选择给290再加一点点重量吗？还是选择就是先保持原样？目前没有这个想法，今天觉得挥的还挺舒服的。OK， 就拍头能收完，现在主要是要收完。OK， 记得一键三连，谢谢。大家好 ，161 Team， 我们都是青蛙王子的忠实粉丝，我是班里员100。然后我们今天在所在地在广州，然后今天我们负责测评新的 PS97 16×19版本的，然后315克。我是蛇。然后现在我们手上呢有好几代的 PS， 然后最老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一款是 PS95， 然后18×20的，然后对，然后几年，对，然后这一把是我们的 PS97 V13 版本，这把是 Custom 版的 PS97 也是315，然后今天这是我们的新款的 PS97 V14 主角。然后来，你们觉得这把牌子的古装怎么样？这个肯定是个巨大进步。来，巨大进步，来，你觉得怎么样？古装来，绝对跟布雷德一样，布雷德也是。你觉得他跟旧款的 V13 比，你是更喜欢哪一款牌的？我更偏向于浅色多一点吧，因为打起来的时候方便，所以就是打。OK， 特别是绑架，好，对，很多人说这是 shift 的颜色。OK， 然后你觉得呢？外观，我觉得好丑，真的，就可能比较丑，喜欢纯色一点，要不就是特别炫一点，对吧？颜色吧，这个很就很奇怪，但是这把拍子打起来就是啊，真的很爽，就是。我觉得上个代表好多，就是打出去的球更加有感觉，就是更加动了感觉，但是软，比上一代就是比 V13 要软很多，就我觉得有点这把牌子越出越小，就有点像累的，越打越像。然后你作为V13 的忠实粉丝，你觉得新一代的 V14 感觉如何？就是软一点，比较好主动发力。他这个主动发力不会是一直在不起到自己他现在没有力，特别是如果他达到了天赋，你就会感觉球在手上比较好控制，不会像旧款那样子巨大一点，我感觉挺巨大的，比十三要大一点，跟比十三这么多成长也需要大一点。反正就是软了一点，对，就打的时候偏，稍微打球的时候偏了一点，就不会说感觉怎么说，就差一个分数，对，13就是。然后我自己也打了这把拍子，我以前也打过 V13， 然后 V13 的话，我是觉得它总体来偏硬，打球是比较实的。然后我觉得 V14 是秉承了，就是 Post Up 比较传统的手感。手感来说还是很清脆的，非常的脆，甚至比上一代有更脆。然后甜点的话比 V13 整体大个至少有30%，然后甜区特别大，特别舒服，就打起来特别舒服。然后 Peace out， 大家 subscribe 青蛙王子 The King of Frog。